四川美食超有料，黑乎乎山羊肉，百变料理吃不腻。我们天天都离不开羊肉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三十种香料洗澡，两块石头练功，烟熏卤鸭压扁了更好吃。想吃蜂蛹，一块肉就上钩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个东西马蜂，看养蜂达人徒手拆蜂窝。哇哇，连蜂王之王都敢炸来吃，像猫又像熊，吃饭也能萌翻天。小猫熊怎么看都疗愈，我来月台边城大探险。